能是不老型男柳智翰。在岩圈打滚数十年，经验老道的他，面对美女真的不会晕船吗？第四回合，易烊花葫芦谎称拍摄新人首张专辑 MV， 并邀请到女性人梦中情人柳智翰担任男主角。女性人瞧见偶像大胆表示欣赏，而柳智翰也大方致谢。制作单位眼看两人互动越来越热络后，就要开始下达测试指令喽。因为其实我有跟导演讲过，就是还蛮喜欢智翰哥的，对，哦、所以谢谢没有，然后特别想要请你就是来担任就是男主角这样。对对对，好。很自然，这次就是像情侣这样子，嗯，而是梦境的部分，嗯，然后就会比较亲密，然后再主动一点。嗯、来，我们可能先聊一下，我们看一下敬畏的 ，OK 好，好 ，OK。智翰哥之前有过类似就是这种比较那种，有就是比较亲密的东西有，就 OK 哈、嗯。那等一下，因为其实要主动，嗯，要主动，这个主动到多大的尺度？问得很 detail 哦，可能会有点自己动作，你自己去发挥这样子。对，自己发挥是最难的。你有想要什么样的动作吗？完全配合。对，因为这时候男生动作多了就会很。因为我怕我动作多，有点好像我想要把你吃掉，虽然我有一点想，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喂，慢慢走，他们直接很开哦，这也很简单，好，可以哈。我手都冰了，突然碰我。吓死了！有一次趁机要吃豆腐的感觉。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。人家刘志翰那个脸多自然，你看你刚刚那个脸就是僵尸，好自然。没办法，你看他是专业的，这么自然，对不对？真的好看，真的很好看，好多哎。哈哈哈哈多不堪入目，修复哎。他是伸进去的意思吗？对对。留在那瞄的。好 ，OK， 好。这样可以吗？不错。一次 OK， 我就直接想第二卡，第二卡其实就是，女方会靠在你的肩膀上面，然后你可能就是用手压着她这样。大腿那次很尴尬，有点超级抚摸她，然后就是感觉像情侣就是靠在一起的感觉。嗯，好，就是就是搭肩，所以慢慢往后倒是，就是唯美的那一种感觉，制造就是把 OK 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嗯。那我们直接先试一个看看，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不特别，可以，你看人家多自然，像你，好混，我想停又不敢的，太像了，人太多怎么停啊？对，我平常也不会停啊，对，你看一下，你看自然，美美，是自然，真的，是不是学着点？是。你看看自，你看看多，你看美自然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可以吗？对不起，有一点重。可以吗？我觉得刚画面真的不错 ，wonderful。然后就是还不错，这样就很厉害。没有。对，然后啊，你都红了。我有点发热。你看正人君子，真的是往旁边坐，真的有差。我刚刚也蛮震惊的，你这个盘算这边什么时候结束？我觉得可以再上情侣一点这样子，嗯，对，然后觉得刚刚不错，对，就是然后细长一点，对，再细长一点，然后再一个，再试一个，就是从刚刚的一开始的卡一直连续到后面这样，对 ，OK 好，对好，好，那我们可以再一个号，好，来，请准备。来，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。看自然是不是？嗯，舒服，心旷神怡。真的像 MV 耶！马上进入。所以刚看我的时候，你是想要我哭车？整个让我是个反胃，没有那么严重吧？好，很好，谢谢。太红了，对，因为真的有点红红的。对，因为他
下去要筋的。哦，我们不好意思把身体压人家身上，稍微 hold 住。这个部分就先这样子。你等一下，我们要准备到一楼的那边卡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去准备东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。两个小时？对对对，大概两个小时。两个小时，他已经觉得很疑惑。没有，我专业都觉得很疑惑。太久，两个小时。需要那么久吗？我不行，只能一小时。这么硬？他就说翻到小狗。因为我想说，他有两个小时，我在下面有那个的方向，对。方向。面对美女新人的温柔邀约，刘志翰是要接受或是回绝呢？精彩好戏马上回来。因为我想说，他有两个小时，我在下面有那个包厢，对，看你包厢去帮我喝包厢，就是下面有个包厢式的那个咖啡厅。哦 ，OK OK 啊，喝咖啡 OK 啊。然后就是在下的最后那间，几楼？二楼。二楼。OK， 好，可以，没关系。我先下去的。好。OK， 谢谢大家哦，等等见，谢谢。可以啊，他跟他一起走哎，就直接走，也没差，他们一起进来也可以的，因为他刚刚说他刚才 OK 啊，起来正。好，然后你先坐下，休息一下，对不对？再帮他开门，把他送他到门口。辛苦辛苦，不会不会，哎，志翰哥，你那里对那女生感觉怎么样？我不晓得，就是工作吧，也没什么感觉。工作？对对对。现在社会乱伦感觉很危险，是不是？中肯，像我已经没有感觉了，就谁都不敢。那人家明天又去哪里了？没有，他说在楼下有个包厢可以喝咖啡。哦哦，好，我知道。那这样就很单身吗？我有女朋友。哦，你有女朋友？哦。好吧，喝咖啡，喝咖啡应该还好吧？还好，而且我经纪人等下就来了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长得那么帅，会造成人家误会，真的，真的。哪来的本事？老板呢？我是对，我是我们两个，我没有跟他，我们俩，没错，你们不要会错。那是本，没错。我们哦，你们帅，对，我们常常造成人家误会，会啊，很累哦，累，烦死。好，那你们就慢慢准备，我应该差不多可以下去了吧？我们这边两位是 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干脆，当然就是很自然。当然自然，我们怎么会让你看出来我们讲干脆？厉害厉害！不像有些人那边，对不对？我要买饮料。你怎么不讲你买眼多多什么之类的？请进。哎，这样说，太好了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拍 MV 会没有现场音乐？没想到这么快，我们又约你来了，很生气了。我们今天测定力，你定力是。完全不受他的影响。正人君子。不是因为只有相处一下下而已，是不是？久了就出事。不是，真的蛮恐怖的，因为我拍那个 MV 没有音乐，然后突然两个人这样，对对，怪。志翰他真的是那种感觉，你会觉得他很自然，可是又不会觉得很那种做作。对。因为这才是会让女生会真的会先掉下去，是吗？开玩笑，我们老狐狸做那么多年，怎么能让你们识破？叫僵尸老狐狸，对不对？不像有一些新手，你知道？哇塞，这个多下流！他在现场说，我去买饮料，我是不会进去找他的，我就直接去买饮料，然后就进来。不是，因为小薇刚，小薇。他刚刚讲说喝咖啡，然后又有那种包厢，我觉得就是一个还蛮正常的环境啊。我知道，因为他约他喝咖啡，所以他就不用买饮料。他刚刚是问我要不要来找他，我想说两个会口渴，所以买饮料。女生是不是来找他，那千万不能去了。对，对啊。所以说今天这个定力最不足只有他。大家一般来讲定就非常足，好不好？今天测试再度成功耶！其实每一次跟女孩子如果要拍一些像比较亲密的动作，我都会比较紧张。然后尤其说拍 MV， 我觉得有音乐的话可以缓和我的气氛，但是没有音乐，搞得我非常紧张。那
反正他就是有一点点让我觉得很怪。然后女生刚刚小薇还偷捏一下我的胸部，觉得很间接尴尬。那感想就是